出全世界，葫芦娃，葫芦娃。子栋啊，20年后呢？老师，子栋喝多了，老师。喝多。20年后啊，你呢是拿个 DV 到处拍，但你呢没征服全世界，你把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给整懵了，啥玩意没拍明白，是不是？连连。我老师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以后啊。我能所有的考研我都能考上，然后我就是漫步在各大名校的校园中里面，在那里面溜达。你这个是最靠谱的了，但是你是溜达，你是在校门口外边溜达，没考上。小严，该你发言了。我不想说，我怕我说了之后，结果跟你们一样。别害怕，小严，结果没有那么可怕。结果呢，就是20年以后，你想当明星，结果没当成，当成了个护士，然后呢就有个臭流氓，完了成天喝的醉醺醺的，就缠着你呀，哎呀围着你呀，哎呀黏着你。我不要。连小严，你别哭了，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依靠。老娘，不坐着。你坐大奶牛了，你坐。你别等我。王小娘，你给我回去。回去。老师，我要和脸脸换座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坐在这儿看不见黑板。你坐这儿看不见黑板，你坐那儿就能看见黑板了吗？老师，我是远视眼。脸脸，你给我起来。你躲了。脸脸，我再数3个数，你要不起来，你怎么办？你想咋办你？2、5、8，起来。380，起来。王小娘。没听见吗？王小宁，我说你听没听见？